回到 WTTYYI， 你是不是很想跳 YMCA 对不对？YMCA， 小煞哥啊，他自己还会准备早餐给小朋友哎，早上起来说，请问你要吃一号餐、二号餐、三号餐呢？对，然后说，哎，请问有送玩具吗？哎，电视机前的友，你的手到脚有完美的直线吗？吸气向阳勇士，吐气臀推，吃得轻轻的。